请，请叫一个，大家给你鼓掌，你看那别走了，来来来，啊，我跟我们好朋友，不同嘛，哎，你们那今天太老了，哎，所以你们什么有时阵我拢听，我知影，哎，你刚才今晚就坐我了，哎，足想要来看耳鼻喉科的，看耳朵大，啊，亲的，你刚才哦，我咧伫伫咧咧做场的时阵了，哎，啊，拢哦，有时候哦，迄个对台的时阵是咪拢安尼哦哦叫，你知影？对啊对啊对啊，我现在。今嘛哦，变到哦，有淡薄啊，有无？人家咧讲啥物，我拢爱讲，叫拢在讲一届。哎，你在讲平常吗？啊，平常啊，没有很吵的时候也是吗？你哎，讲得太小声的时候听不到啊。没啦，今天啦，哎，较早拢嘛听，职业伤害呢。今天这是尽量职业伤害。我爱讲，就在主持的拢安尼，不是干哪个？哎，今天你要戴耳塞啦。啊，戴耳塞听无？戴耳塞听无啊？哎，今天啦，哎，所以我爱讲哦，每个行业哦都有职业伤害啦。哎，只在歌唱哦，哎，你的职业伤害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失声哦。好，我爱讲，我和你失声啦。哎，你连现在的闹呢，有两千。车子啊，车子磨损，你告诉谁？你车磨损啊！你平常时那么爱亏，对啦，你车磨损，你身体上的，哎，哇，第一就是亏，对，哎，因为哦，小姐，哎，那些做店的时阵哦，都不敢吃饭，哎，啊，拢去用贵金，你知道？啊，用到尾啊，拢会变危险，哎，啊，再来第二种，哎，就是泌尿道感染。哎，我今天就想要做了呢，所以他终点哦，烫五十了，人讲做人无生不变，对，哎，他想做人阿要方便的时阵，真正做麻烦嘞，真正无方便。我像伊个查甫囡仔安尼哦，哎，伊都听出来，听到酸的，迄查囡仔就袂使你安尼哦，对啊。所以哦，时阵容易就急急面，跟老伯面哇，哎，拢会发炎嘛，哎，所以哦，家己咱的舞台上有这两个职业病，哎，啊，哪一个做主持的哇，哎，就是他，哎，他跟耳朵多，哎，真的，哎，所以我来讲，每一个行业都是这样子，哎，拢都有那种各有各的辛苦，哎，今天啦哦，啊，但是我来讲哦，哎，你若讲平平哦，你叹气的哇，我真的觉得小姐哇，哎，从那这样呢，你叹气的哇，我觉得哦，非常的开心。对，而且又有现金又赢啊，那个，哎，真的啊，阿个来，怎么收税啊？他真的在家里唱歌，有人请给你吗？没有啊，你去 KTV 唱歌还不太请哎，哎，真的啊，你现在你我唱歌，下你要谁人来给你听啊？哎，阿个来，给你拍屏好不好？哎，阿个会员都有这个帅哥，有点给你冲的，哎，你看一刚你五分钟跟谁来的？好，差点都赞了，赞哦，但是吼，外国哦，我之前哦，我们叫这时候应该出来走的，你找囡仔拢无来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说不要啦，在台上都要穿那个比基尼。哎呀，我老公啊，那个又没有什么关系。对，三点不到我原则。哎，你老师哎，给我推刚，我的跨一 FB 哦。你肯定穿比基尼。一公里台上跟台下不一样啦。哎，所以你要把它差别度，角度问题啦。你底下沙滩上的哇，那是做这样子哇，人家跟你是平视啊，好好这样子看，还一种洗衣打，还穿沙垫的沙垫就喜欢那个哇，还穿那啦，哎，啊你若讲穿水水的时阵，你是不是拢不要紧？啊穿三年的冬天啊，哎，你若讲三年的冬天，我讲会感冒。我看到你的曲线吗？我叫卖去，莫开心啦！哎，可以拍，不要拍，不拍啦！哎，你的身材可以拍，但是拜托不要近拍。哎，我是买拍谁啊？哎，我是真现在的哈，我最近啦，给我照出来，真是害羞哎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来啦，来啦！阿弟，咱两个在上面就是说说笑笑安尼啦，哦。来，阿弟，上面，上面，上面。谢谢，谢谢。真的，我对着我听见。来，阿妹，就咱这首《吃酒吧》听，手动吹绿花。我会打马赛克。我现在才发现你们都是不耐心。
好啦，赶紧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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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过来。Thank you.